光大道，陈大佬很久没有帮小英说话了。不过才两个礼拜而已。不，我觉得小英哈，自从参选以后啊，他已经渐渐被 push 到很多场合，他讲话恐怕已经渐渐言不由衷。言不由衷。对。包括哪？因为我觉得你不参选则已，一参选哈，你就是要一定爱够，一定爱够人嘛，一定爱够人。所以金泽为例，我每次出演也不得不讲。在选举里面。